第三题，乙酸和乙醇反应所产生的酯，其化学式为何？我们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讲过，我们看 OO 大眼睛，大眼睛的前面呢是酸，大眼睛的后面呢是所谓的醇。那我们根据有机化合物的命名，我们知道如果叫做乙酸或者乙醇，表示它应该会有两个碳。我们的猪的 OO 的前面是一个碳，所以它是甲酸做的，后面呢也是个碳，所以它是甲醇。所以呢，猪呢是甲酸跟甲醇构成的酯类，甲酸甲酯。那么 C 的 OO 的前面呢是一个碳，所以呢也是甲酸，后面呢有两个碳，所以它是乙醇，所以它是甲酸跟乙醇做的甲酸乙酯。B 的 OO 的前面呢是两个碳，所以它是乙酸，后面呢一个碳，所以它是甲醇，所以它是乙酸跟甲醇做的乙酸甲酯。所以呢，只有选项 A 的 OO 的前面是两个碳，所以是乙酸，后面呢也是两个碳，所以它是乙醇，所以只有它是由乙酸跟乙醇做的乙酸乙酯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，乙酸和乙醇反应所产生的酯，其化学式为何？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 A CH3COOC2H5。 第三题我们答案选 A。